拜拜，小周。开机的话可能会比较慢一点，开机太慢，很空气。暂时是用不了谷歌的是吧？谷歌的。这正压，难压。第一站呢，去到了我好朋友工作的地方，我假装成了快递，然后我就说你有个包过来取一下。我打电话你都得还一下吗？那还一下吗？是不是？哎，突然就闪现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就闪现了？给你带了杯喝的。
菜汤还是要放两个？一个。然后呢，我就踏上了从上海回常州的高铁。我这次回去只告诉了我爸爸一个人我回国了，然后因为我想要保证家里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开门的吧。我之前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就提前跟她说，我就说有个朋友要回常州，然后有些东西我让她带给我妈妈了，然后让我妈妈去这个火车站接。她其实是我还很怕打扰到我妈妈平时的生活，然后旁敲侧击问了一下她那个我可不可以住那里，因为这个房子其实是在我这个没回国的三年中间买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。前夫五脏，你回来干嘛啦？啊，你不欢迎我了？我不可以回来的吗？啊，对。前夫五脏，你回来干嘛啦？哇塞，你在这里还能看到那个公园是吗？嗯，别忙活了，坐一会儿。感觉这几年常州变化还是蛮大的，至少比墨尔本大。然后天气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感觉灰蒙蒙的，也没什么太阳。嗯，其实这段时间是春天啊，其实应该要稍微好一点，但就是这样雾蒙蒙的感觉。嗯，然后也起了很多高楼，很多都不认识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新区的万达转转，我觉得特别像墨尔本的 Chester， 就是感觉中国随便撩一个商场都比澳洲的高端。然后我们吃了那个巴奴毛肚火锅，啊，终于可以吃辣的火锅了。因为在墨尔本，我老公不吃辣，所以我们很少吃辣，但我妈妈很能吃辣。对，然后好多好吃的。我们包了这么多。我带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老乡是了，是蛮好啊，的确。是什么？小东啊，一个折法机了，我个，蛮好，轻上头。我在这里有辰光来用个。得要背个相机呢，背个微单本呢，倒着去。对啊，你倒个微单吧，我要是教能干。我一直要这个相机。
六千四会拿了高。瞎说八道，这就是平时肌肉或者什么不方便。哎，二十六年、十年，再还一位正好长几年，二十七年在哪里吧？叫人噻！哦，搬得了，搬得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等两个外子出来，我两个朋友了，搞定。来来来，搬过来。啊，来来，喊他过来啊。小帅来了，小帅。默默，阿哥，拜拜。可带你来了。啊啊！哎呀！你我一个人都想着吧。哎呦，你还认识我的呀？哎呦，你怎么玩？哎呀，拜拜。好啦，这就是差不多这支视频啦。这只是我回去的 vlog 的第一周，还有第二周的视频没有剪。让我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非常难产，因为有非常多的素材。我已经把将近两个小时的素材压缩到这个15分钟了，然后我想到还有两个多小时要剪，就有点，对，大家给我点意见，你们可以发这个评论，然后留言，然后这个发弹幕，想要看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啊、包括除了 vlog 之外的其他内容，大家也可以多评论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就是更动力足足的，然后不拖更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喽，爱你们哟，么么哒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喽，拜。这是香菜，这个是芹菜，哦，芹菜，眼睛，这个香菜呢？